首先其实对我来说这次是打了三场，然后能够帮助团队一起拿到这个班级冠军，对我的话还是很好的完成了任务。当然我们的比赛就结束，但其实还有很多队友他们的比赛还没结束，我也希望对于我的情况下，他们如果有需要训练的话，我也会认真训练，包括有一些赛前的备战。而且比赛完了以后，这次比赛完了以后，接下来还有别的比赛，我也会一直保持着一定的训练。这次这个亚运会跟之前的几次比，之前在亚运会一次，还有下一次，对我来说可能原来这次应该是我最后一次了。当开心嘛，这次比赛能够对我来说只有一项，然后跟着大家一起这种拿到了团体冠军。对于我来说，这次整个比赛表现打了几场，还是状态我觉得一点一点比之前的更好，可能也是经历了10天之前的亚锦赛拿到冠军，所以让我这种信心更好。包括这次比赛整个场馆里这种气氛啊，对于我来说，包括对于我们队友来说，都感觉非常棒的。比赛完了，想去杭州哪里玩啊？后面没有比赛的话，没有比赛我也会有的训练，因为接下来还有别的比赛，包括我也会跟队友一起训练，因为我完了，其他人还没有完呢。那会对这些弟弟们怎么鼓励一下？不清楚。对于我来说，并没有把所有精力都放到奥运会，自己有的时候只是想打自己的比赛，我只管尽力去做，但这种结果能不能去到奥运会，我觉得自己并没有想太多。